走，我们继续啊，充点电，我去。看了吗？这边都是这种坡度比较，这是那个坡度比较大的这个上下坡哈。现在海拔3305，下坡。拉萨。小虫子，我去，没压上啊！4248，现在海拔3300，秀八村啊！下坡吧，现在啊，看了吧，左手边写着了西藏高速哈，就是高速，没错，我们左手边那条。4249，现在海拔3300，
是那旭吧，旭邦二桥。4250，现在海拔3311。下坡。下坡的车速40、42。所以路面路况好可以这样，要是路面路况不是太好的话，千万你别这么快的速度下哈。一直看看啊，一直对，4251，现在海拔3304。
42.52，现在海拔3304。八河镇，我们到八河镇了哈。先到这儿啊，先到这儿一段。